香近日为了宣传九月在台北举行的演唱会，特别在七月初来台造势宣传，吸引不少粉丝到场朝圣。当时还抽空吃了很多台湾美食，也表示自己很喜爱，而且超级喜欢下厨的他，这次回到日本后，他也特别在家尝试做在台湾餐厅吃到的糖醋排骨，还表示要试出配方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他几乎都是凭着自己记忆去找到这些调味料，虽然做出来的样子没有台湾餐厅的好看，但他觉得味道几乎是一模一样，看来真的很念念不忘台湾的美食。而照片在网上曝光后，不少台湾网友都纷纷大赞，工藤静香也太贤惠，也认为最后的成品卖相很好，根本是完美复刻，让人不得不赞叹工藤静香又漂亮又会唱歌又会煮饭，怎么这么完美啊。Oh, my God.